要走演出开始之前，先跟大家自我介绍，我是街头艺人小兵，冰棒的兵。最近呢，有拍了一个很红的 MV， 叫做《黄明志的玻璃心》，我就是里面的那只熊猫哥哥。你现在是个大明星了，知道吗？知道。你今年几岁？九岁。那你知道叔叔几岁吗？一百岁。不是哎，我差一岁，99岁了。所有的观众都笑得非常开心，所以我今天准备一个小礼物要送你，好吗？红包一个，来鼓掌一下。哦，谢谢小兵老师。
吃宝宝了。发生什么事情你们不知道？刚才小兵哥哥从我们头上上去，你们都不知道。好，一二三，面对前面，立正，敬礼。好，谢谢，再次感谢我们小兵老师。